9月7日，韩国导演金光秀与比他小19岁的同性恋人金成焕完婚，现场两人身着夸张礼服甜蜜热吻。据知，双方父母都同意。金光秀之前曾透露，与小他19岁的同性恋人正在交往，并通过自己成立的电影公司发表了结婚消息，当时犹如一枚炸弹顿时在韩国炸开了锅，网民们热议不断。如今这对恋人终于承受住压力，携手步入婚姻殿堂。